娘娘，温大人说你已经有一个月的身孕了。婉嫔一直郁郁寡欢，不宜过分伤心，否则会影响胎儿。若是到了月份大的时候不小心，就会一尸两命。那是我们教里放了一个东西。首先，若此时这位安陵容送来，绝技是心机深重。少主啊，少主怕是中了胎计。他有没有福气，就看他自己的造化。周一至周五晚间6点到8点，未来综合台《后宫甄嬛传》。